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欢迎大家继续学习第六课的语法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这五个语法。首先，我们来学第一个语法。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小王在做什么。ワンさんは本を読みます。ワンさんはテレビを見ます。 刚才的动画中出现的句子是“ワンサンはほんを読みます。ワンサンはテレビをみます。”“o” 是用来连接名词和动词的助词，表示它动词的直接宾语。这里希望大家注意一下，只有做助词的标记时才使用 “o”。 那么，我们看看下面的动作用日语该如何表达呢？是的，我们可以说 “joso nomimas”。这幅图中买水果可以表达为 k u d I m o n o kaimas”。日语中表示动作行为时，除了 “nomimas”、“kaimas” 这样拥有具体含义的动词以外， 还有一个动词是 see mas 表示做、干、办、进行等意思。see mas 前面可以接多种名词，使其作为宾语。比如接在表示运动、游戏类名词后面，如打网球可以说 tennis or see を mas 还可以接在集会。 活动的名词后面，如开派对可以说 "party をします"。另外，还可以接在其他名词后面，如这个人在工作可以说仕事をします"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个语法，请看动画。Lisa，毎朝何を食べますか？ パンと卵を食べます。ワンさんは何を食べますか何も食べません。刚才的動画中、两个人说道、Li さん、毎朝何を食べますか女生回答、パンと卵を食べます。接着又问、ワンさんは何を食べますか 在对动作的宾语内容进行提问的时候，可以使用疑问词“哪 y 比如这幅图片可以说“ NANNY ア n o m i m み s k a 回答“マイアサ、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。”这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之前还学过这个词，还有另外一个发音为 “nan”。 那么什么情况应该读作 nan？什么情况应该读作 nani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一般来讲，后续单词的词头为他行、搭行、那行时，读成 nan。比如，我们问这是什么，应该说 k o r e で a n a n s a 问这是什么书？ 应该说，kuleva nan o hon e s a 第二种情况是，当后续量词的时候，一般都读成 nan。比如，我们问这是几月，应该说 nanga z e a 问今天是几号，应该说 nani z d e s a 除前两种情况以外。 一般都读成哪里比如询问喜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哪里 n s k d s 另外，在刚才的动画中，女生问晚上 n s a n wa 男生回答 nani m o t a 什么也不吃，这里也要读成哪里另外。 哪里和 m 搭配使用表示全部否定。我们问：“空吧，哪里有咖喱吗？”斯卡这种情况可以回答：“空吧，哪里没有咖喱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动画。レストランで晩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。李さんはどこで食べましたか？私はで。 晩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。刚才的动画中，两人提到“ l ノレストランで晩号飯を食べました”。私は家で晩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。这里的“で”接在表示场所的名词之后，表示动作发生的场所，可以翻译成“在”。比如， 这幅图要表达的是在教室里学习日语，可以说，教室で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。我们来看这一幅图，可以说，映画が的映画を見ます。我们再看一个动画，一緒に映画を見ませんええ見まし 一緒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せんか。いいですね。飲みましょう。动画中男生提到一緒に映画を見ませんか，然后又说それから一緒に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せんか。マセンカ是通过礼貌委婉的进行疑问，来表达邀请听话人一起做某事的句型。 可以翻译成“一起好吗？”比如下面这两种情况，我们可以怎样发出邀请呢？我们可以说“一緒にペキンへ行きませんか？”“一緒にご飯を食べませんか？”那么，对于邀请，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呢？刚才的动画中，女生说：“哎，ミマシ It is いいね、no mi masu。masu 也是表示劝诱的句型，可以用来表示积极的响应对方的提议、邀请，可译为“一起吧”。比如，对于刚才 isshuni pekinai ikimasuenga 的邀请，我们可以回答：“哎、欸、，ikimasu。行きましょう” 这个邀请，我们可以回答，哎、欸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语法大家学会了吗？这一节的讲解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